夹住皮，我操！钳得很，他不敢往下拽。过来后山的一个中间坐着。哎，这不能当望远镜看吗？来呀！大石头看了。希望能追求那种真正是那种社会是那种公平、自由、真实的。到处都是骗。就是我们的政府正在就是创建十一的辉煌，但是你妈逼的有很多人还在饥饿之中，真是觉得有点你妈逼。我是搞教育的。我在大学上班。一天跑几趟？你热爱你的职业吗？非常热爱。我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也在国务院办公厅服务员，主要搞会议工作。
你画的这个？对。哪搞的画框？这个画框是剪的。哪儿剪的？你家。啊！回去了吗？啊，回去呢？回去。出麦了。还没啊。啊，你听谁的了？我昨天听他说的。昨天我见了他是想到厦门去，但是我们都根本就还没出来，还是把把吉他变出来了，吉他然后贝斯变了一半，这样鼓什么都没合。挺长的，这个就一首歌，大概40分钟，一张概念专辑吧。嗨。那天你也参加游行了啊？是呗。我看去了，我看人们是疯了还是很正常。录多长时间这个？啊，录多长时间？录了整整一盘，一级炮房带整整一盘。拿啥录的？一个小锅笔，录的还挺清楚的。这什么歌儿？他吹的不是笛子，他是这样吹的，箫。那不是箫，他说不是箫，但我不知道什么。口号都还没喊。啊？口号。口号里面有。我咋还没听呢？有时就有。你说你好了。
好惨啊。会瘦，我最喜欢这个。这块刚划出来的时候颜色很鲜亮，现在有点褪色了。它油画本身，它画在纸上，它很容易受损。好，那从啥时候开始画画的？刚来北京。我听说前两天就开始画了吗？就是画的刚来北京开始画了。真的，你看我这幅画，我真的不骗你。那这画比较早。94年十月份才画的，我画的第一幅画。一直和你在一起是吧？对。94年，我当时我借了一个朋友50块钱，我给弄丢了。然后我就跟疯了一样，然后我找一个朋友要了一个画框，然后要了三种颜色，黑白红，然后我就开始画。这种画颜色是带毒的，它这种颜色。没事，没人会用舌头去舔它。我要舔了肯定必死无疑的，就从它的笔触，从整个它的构思，它的灵魂。知道他所使用的材料，他本身他都是很自由的，他完全很随意，没有任何就是磕磕绊绊的东西，他完全就是很自由的，自由就是艺术的本质，就这样。我好个屁呀！唱一个，唱个屁呀！唱，我等会儿。看，今天这个电话呢，我也叫 B， 我哭了。东直门外大概27号必胜客。必胜客啊！啊，东直门外的必胜客，知道吗？东直门外在。东直门外必胜客二楼。他知道。Thank you.
马约在了谢强同志关于他的生活啊，他已经不行了，他现在已经不行了。然后现在镜头转向他，下面我们问他几个题啊，你觉得你的东西对你来说很有用吗？嗨，快说，你觉得你的东西对你来说很有用吗？大家好，我是木马，青年，22岁，未婚，然后做金融广告来了，要体重身高，我操！对，我知道有你有一个女朋友，你对她满意吗？严肃，还是重复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东西，你男性特有的东西对你来说有用吗？有用。有什么用呢？可以吃。是可以吃里面的东西吗？对。可以吃里面的什么东西呢？贝壳。你觉得好吃吗？好吃，像海洋一样有味道。你觉得它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呢？玉米。那一定你是很多天没有喝水，我觉得。对，我和王月都是。你和哪个王月都是呢？那个长头发那个。Thank you.
是做得很好吧，也没说不是这块料吧，我觉得应该是。然后你跟他们跟这废墟，然后跟他背着手那块儿生活什么什么，你觉得从中的乐趣，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嘛。他是这种做法，当然我也有我的想法，对不对？追求的不一样，所以也可能有些人不适合这种，所以也他也就不去做这些。就像我可能根本就以前可能是个理想会做音乐什么的，现在还是现实点儿。你对他们的信心，中国摇滚乐现在他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来源，也就是他家里只有偶尔能供一些，就基本生活费。对，现在就是我现在不是上班吗，一个月最低600块钱基本上能维持的。很辛苦。是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在我姐那，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来照照。但是这种艰苦的这种也挺开心的吧。这个不是说有多少钱能够换得了这东西，就是他有时候觉得认错的穷一点吧，他反而有钱也过得换不来这个。一直就想干这个，然后呢就干呗，就努力嘛，找几个人，然后想刺激一下，想把东西刺到人们的灵魂里边去。这乐队是什么时候组建？成员固定吗？几个月吧，一直就在干。然后之前跟那个吉他手认识的比较早一些，后来我找上了贝斯和鼓，他们过来了，就这样就开始排练。排练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这个环境我觉得一点不恶劣，这是对待生活的态度。首先，你生活在这只是物质上，你可能看起来我们没什么经济来源，反正生活就比较困难，其实这个压力一点，这个压力是相当小的。不高兴，音乐肯定有不高兴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反映一些，反正有很多人和我们雷同思想的那个，所以不像外面人传那样说刻意的去了解什么人的这个哪一面说的那么大。其实很多做音乐的人都不是这么回事，都是做了以后被听众听成他想要的那种意境，他觉得他听了以后是这种感觉，符合他的意境，也许另外一个人听的是另外一种感觉。我们做音乐反正尽量避免刻意。你觉得在中国现这样玩摇滚乐，你觉得有希望吗？我觉得有希望，虽然说有点像那个升级跳级一样，中间有一段空白，但是我觉得还是进步挺快的。首先我们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接触东西特别快，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至于我有没有希望，我不知道，还得以后看。对乐队信心也是挺大的。其实做音乐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你信心不信心，是就是大家喜欢在一块玩，就在一块玩，就这么简单。我们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在一块。现在经济上还跟不上。难以
以事业为主。不缺乏的就是人，别的都去，从这到川什么都去。不。我操！不是你的家吗？这是。铁托的家啊！我是铁托的家吗？这是。看布置的怎么样？你这么快就这样了啊？你看，你看。文艺女子去当演员一名。啊！我终于有机会去当一名真正的演员了。我可要好好化一化妆，我可是演员，是不是家里的？我是刚化妆才好的，一定要显得再年轻一点。导演，我可以开始了吗？你来多少天了？不是，三年了。化妆师，你家哪的？快点，你是化妆，丢了，快点，灯光摄影，各就各位，最后一个镜头，现在开机。你们乐队是吧？二一，乐队黄了，回家了。老爷行行好，快点吃个饭。OK， 通过，本片圆满结束。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耻辱。所有的人都是悲剧型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是啊。
飞机上，你的终极就是死亡。你希不希望你将来的生活会有所改变？我给你画。来看从什么角度来说，看就是是什么样的改变？质的改变。你是说的经济上？对。你他妈不行。爱情能够使人感觉到温暖，没有爱情那你感觉是在一个冰窖里。我觉得摇滚就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奋斗。比如说不会成功的话，你会去干什么呢？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还会继续去干。难道说你这么悲观吗？本身我们这些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是现在目前不能接受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他们更不能接受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呢？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它是我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们是痛苦的信仰，时间也不痛苦，嬉皮笑脸，痛苦的信仰。新婚第一夜，大一乐队，都是1997年来北京的。乐队刚成立多长时间？这个乐队2个多月。两个月，现在演出有多少？现在演出有3场。刚开始演出。刚开始，9月26号第一场。刚开包。不过李敖不错，酷吧？啊，不错，挺酷的。不过看起来你们确实不太痛苦，真的。主要是大家都在一块儿，就是经常聊什么东西，好多东西没什么包袱了，不像以前在学校什么或闷在家里的，以前的就没什么朋友，没什么那种有些想法，可能在家的好多人觉得想法特别怪，特别不符合实际。嗯，很多人不理解，也不愿意去给别人说。嗯，有些方面，很多方面。嗯，比如方受学校啊，或者工厂啊，或者社会，还有家庭这些好多影响，好多都埋在心里面，积压久了就真的就想那种发现。像到了学校也是，每天他妈练基本11个小时，地下室窝着一个人练。迷笛。啊，在迷笛。你们俩都是迷笛学校毕业的是吧？嗯，上次几年？没毕业，他俩没毕业。上了一年，就你一个人毕业了。败类毕业了，迷笛最后一名。每个人追求的那种，我希望能追求那种真正是那种社会是那种公平、自由、真实的，但实际上是根本就不太可能的。如果要真正要实现这东西，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比较不是很快乐的东西。而像一个人活着，不可能说是十全十美的，说是都是那种特别快乐，或者应该有快乐也有痛苦的东西。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比较完整的，那才是真实的，真实的生活，公平、真实、自由。这种信仰是我就是大家是像我们这样好多搞音乐的，都是真正追求的精神方面的。反正就希望能够一个特别稳固，一个比较稳固的乐队，把自己东西不断不断做好。然后我希望自己也能在生活方面能维持生活吧，也不指望说是成个什么富翁什么的，那估计根本就没戏。经济来源一个演出吧，可能要么以前卖唱，现在卖唱根本就去他妈那个地下通道卖唱，现在就挣不到钱。我上次夏天的时候他妈的唱了1个多小时，1分钱没挣着，还是挣了他妈的4块2。
唱他妈两个多小时，后来算了，可能我这形象不太像他妈那种流浪的人，形象恶劣，太不是太恶劣，还带着纹身，我操，去卖唱了，留个长发，还个耳环了，那人看着害怕，该装成一个渣子什么的，估计那就他妈的，那我觉得还不如去你们甘蔗厅的酒店，哎。拥护取缔法轮功啊This is my home House 吗还是 home 吗 Home 不是 low house Low house 这是第一次演出的那个海报吗也是97年两年多了快三年生活怎么样生活不怎么样，就业，穷。为什么穷？原因找到了吗？原因我是摇滚乐呀。寄宿500块钱吧。家里。啊。最好别提这事儿，这事儿提起我伤心，你知道吗？嗯。还是换别的话题。为什么？换别的话题。因为痛苦就痛苦到这儿了，是吧？嗯，就是这儿痛苦是吧？在别的地方没。我就要让你痛苦一下，我操！就是要让你伤心一下。一个24、5岁的人，你说让家里还让家里借钱，多大的压力？那不会工作是吗？回去挣钱吗？是啊，想挣啊。想挣怎么不去啊？挣不着，没怎么说，应该自己喜欢的这种东西，而且自己的生活这种状态，并跟这个社会融不入吧。不可能就像一般人那样啊，成天上班，然后下班，挣不着钱。你不是一般人，是吧？我是一般人。白宇他妈不在家过那个中秋节跑，跟人瞎混什么？跟我过吗？没人去了，就这一口已经走了两个。啊！啊！他们都走了，怎么办？这个中秋节非常的寂寞，是吧？
改变你说牛逼小罗别介绍一下子，自我介绍一下啊。到北京有一年了，刚好一年。弹吉他主乐队吗？打算组的，还没呢。小票子你要你看你眼神我的挺想的啊。别成了，你们俩人都一个地方的？我河北，他河北。你呢？我湖南的。哦，你啥的？我是个流浪。你家子？一样的老张。请进。哎，老张到北京多少天了？啊，说心里话，多少天？大概有一年多了吧。我不敢看屏幕，你看一下。在新疆一直打鼓，我记得被号称小鼓王嘛，我都不去。现在生活在北京的最边缘。你说现在不打鼓了，老张。你看，说一下子，干啥呢？现在？我去哪里了？我现在看书，我现在在攻读。看这什么书？走。拜拜。刚起床吗？是不是刚起床？才做饭啊？才做饭，我说的。我俩一起做。我就一块吃，没错。啊。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好。做了一个丑陋的鬼脸。土豆和白菜吗？光土豆。还削皮呢，你吃土豆。买什么饭？跟夫妻一样，土豆白菜我吃。哦，可不喜欢吃土豆，白菜还可以。哎呦，这生活的细节很有调。大罗，哎，赢了多少钱？没玩。人家每回炒菜都那么黑，我看起来。可能这跟那个锅有关系。锅挺好的呀，这锅。嗯。错呀，盖子有点脏。我炒这么多菜。啊！
的限制啊。诱导社的主唱雷林，你有女朋友吗？没有。没有？那刚才那女的是谁？好朋友。好朋友。哦，成年了没有？没成年。你打算把他们诱导到哪里去？我把他们诱导成你妈的良民。那你打算把我们诱导到哪里去？我把打算诱导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现在给你3分钟时间谈谈你的乱七八糟。其实不用3分钟，其实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啊，其实就是你妈逼的社会在前进，然后呢还在操蛋，然后呢我们也在前进，我们也在操蛋。不是听见没？他妈的，听众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没什么可演。再说这个太操蛋了。130，老大，快点幺三零出去！师傅，快！130，我们就那几户家也挺好。对，130，坐那个回去爽啊！空气新鲜。啊！给搬家公司打个电话，120块钱。对，就那么多人，一人快点。对，那个也是130。啊，大130。去，快来，你们就搬家公司。王月，手机，给搬家公司电话多少？哎，真的，搬家公司过一过人了。我你先别换，我这有搬家公司号码。12、14、16，18个人，一人5块钱嘛，就回。130，哎，去哪？啥？
哎，停！哎，怎么这样？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你给他藏起来，你纹身呢？赶快藏起来！你这边电话拿来，电话拿来，就是咱家公司电话。哎，我这有，我这有。打了。我的手机，我的手机。96750，来来，一块一块，一二三，迎客。